你们永远会把中国人和美国人分开啊，把白人和黄人分开，和黑人分开，这真的是很不幸的事情。在我是个佛教徒，在我眼里面，全世界没有任何种族的差别，没有任何人种的差别，也没有任何国家的差别，我真是这样的。我只想，我在我眼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善人和恶人，只有善人和恶人。我只想让善良的人知道我的佛教，我不 care 恶人的宇宙，我只想恶人不要把善人给杀掉、给毁掉和控制这个世界。我个人上对某个人，甚至我爆料的王岐山呐、啊，这些人呢，没有任何个人仇恨。他今天来支持我爆料革命，我也支持，他会成我的朋友。习近平今天说要干掉共产党，我也会是他的朋友。但是我就一个，我要干掉共产党，我要干掉一个没有信仰的共产党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敌人，就是共产党。我只想让这个世界知道谁是共产主义，谁是善人，谁是恶人。而你们在制造极少的仇恨，让你们赚得了可怜的财富，可悲呀、啊。